番茄，我就跟他说，番茄啊，你的有续杯吗？说我的当然没续杯啊。我说哭哦。放番茄的频道图，但是要去背啊，没去背不好弄啊。Hello，Hello，hello 时隔也半年了吧？因为那时候也是电脑坏掉前9月9、10、11、12、1、2、3、4，哇，7个月没玩恐鬼症。那一天那个谁，那个番茄就问我说，教主我说哈，恐鬼症你会不会玩？我说会啊，怎么了？那就我大概的时间，我说没关系，不用配合我，我可以配合他们。那就约了今天跟安妮，嘿，然后一个叫无界的，500多等欸。然后那时候一进去，结果叫我等级最低。我说没办法，因为每次都是我进去我死，而且我又是金主。啊，然后他们每次都不进去，然后鬼就是插指纹啊，插手鬼东西的。然后我死掉之后就我的分数就是最低嘛，啊，他们都是等级陆续上来。啊，也很紧张欸，因为跟安妮玩都蛮紧张的。怎么讲？毕竟圈子不一样。然后那时候也都是看动森啊，然后动森啊，怎样？动森还有什么？动森，然后魔物猎人，还有，好丢脸哦！还有什么？打开 Switch 看一下。哦，阿尔宙斯。对，就玩了这几个。我跟菜渣玩的时候，就是跟菜渣玩呐、啊，不是哦，菜渣龟龟啊，一个是龟龟女朋友嘛，要、啊、不然就是找福签还是谁进来？结果嘞，吉娃娃都在门口，都不进去，然后就等猎杀结束后我们就进去，然后就开始就是3选1的时候，就很尴尬，那三个都没有冲突到。他没有冲突到的又很哭，听说要调低啊。五阶可以了哈，嗯，我这边好了。那我们就等你吧。耶。对，现在看起来我跟繁星还是一样的人设吗？那个角色。哎，等下我看一下啊。那只要11个人吗？嗨，对哦，还是一样还是啊，番一茄样，你要换个人？我换，我换，对我啊，我换，这我边换，看。我换，我换。来，你太嫌弃我吧？我换，那我我换，我们换。这样我们都换过了，都还是一样，就直接离开再进来就好了。哎，我他换啊，跑出去，我好，换，我换，我换。他离开再进来好，就好了。这太羞辱我了。好啊，因为好像是有 bug 的样子。等一下，那你也出来。好，我也出来了。人家邀请码是多少呀，他们俩一直长一样吗？还是长一样，对啊，很恐一怖起哎！退出了。他嫌弃我的外不表。是，等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你看，你看到跟你相同的人的都市传说，知道吗？哦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等下我躲车里面，我就不会死。你们俩还是现在还一样是一吗？样吗？对没有，啊，我可以还没换换，一我还没个，换。换了换了，看一下 OK 你在哪里？OK 你们还是一样的耶。好，看起来是一样啊。看你看说起来进游是一戏样。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好吧？哦，进游戏之后就不一样，是这样。怎么会哦，这样？那好，那你们早也都换一好样吧。的，然后四个你们长一样。就先长这样子吧。还真的。那一开始要分玩，好，那么快吗？打。好，你说的哦。我说回来，我说回来，我说回来，死啊死啊！专家小房子啊！专家的小房子嘛，那我就先选最小的那一间，好，黄色就大家先习惯一下吧。好了，可以按准备喽。好诶，安心。
注意你的言辞，鬼听得到你说话。哎、欸，我第一个进来。哎、欸，这次是哎、欸，你比较快，以前都是你最慢。没关系，现在我最慢。没错，我在等你。我的名字变成了两个正方形。口口，口口，大家好，我叫口口。口口你好。哎、欸，他这个变好帅哦，改成这样哎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不是新增一个麦克风吗？口口，还是那边不能讲“肥”这个字？这是被封锁的关键字。哇，开门！只用色目、照片跟 EAF 还蛮简单的。哎、欸，怎么开门？怎么互动 ？F， 按一啊。哎，哎，怎么有这么多任务啊 ？F 哎。哦、oh, ，第一个是类型哦， oh, 第一个是类型。嗯嗯。正目、照片、EMF。Oh my god！ 哪个是强光手电筒？强光？右边的黑色的。OK， 拿到了。那我还拿错。哦，我等于是假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糟糕，我忘记看电闸在哪，我去看一下。电闸在那个最大走到里面最大间那个，右走进去，走进去。哦，好，走进去。知道了。欸、不是啊，你要进来吧？你在那边没有？我在走进去。要走的。我在看着那个车上那个有你的踪迹啊。为什么看那个？那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躲在车上。哎、yeah. 欸，你找我玩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没、哎、有，我要进去了啦。哦，你好扯哦，又骗我，对吗？哪有哪有，我没骗你，我进来了，真的。尝试看，等一下躲的样子。哎、欸，那哪个是八画键？等一下 ，B 吗 ？V 还是 B？A B 的 B 还是 A B 的 V？ 好像两个都有，有好像我记得一个是 V 吧 ？V 好像是进。近距离讲话哦，阿一个，哦有哔哔的声音，哦什么声音？快快对呀，嗯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踩到楼梯，咯叽咯叽。哎、欸，确诊，来实名制哦。名字要取消了，不是？对啊，要取消了。哎、欸，现在是几度以下才？哎、欸，这是骨头吗？骨度吗？骨头很大根的吗？小根吧。手骨呢？那你拍啊，你没拍？这也像骨头吗？哎、欸，新的东西耶、欸！哎、欸，被我捡起来了， no. 等一下。完蛋了！你是不是没得拍了？是的。我看到灵球、欸，哎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地下室，一点五，地下室有灵球、哦。どこにいますか？你在下面吗？丢弃是哪个键？什么声音啊 ？F 还是 G？ 哦，何歳ですか？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还有理你吗？どこにいますか？没有理我，可是他有让那个椅子摇一摇，然后有刺骨寒温，有灵球。五级啊，不是，是五级吗？啊、是、啊嗯、哦，是五级吗？他叫了，他叫了 ，EF EMF 他叫了，只有两级而已。对啊，你直接从楼下跑上来了。没有灵球。哎、欸，我先出去好了，我要调一下我的。游戏画面，因为我现在烧圣木死掉的可能性有多高？嗯，烧圣木不会死掉、啊？为什么烧圣木？有任务啊！哎呦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！我吐了。我哎，任务不是有要烧圣木吗？哎，是要在附近烧不是吗？对。然后已经解掉了。哦，解掉了。还有拍照片。哦，没有，就哦，烧圣木没有解掉。我还没烧，它还在我手上。啊，欸、书没拿，那我拿书跟点阵下去。欸，怎么开笔记本 ？J J， 嗯 ，J， 谢谢。啊，笔记本变脏，我还是好不习惯。
韩温、严正、林球。哦，他踩盐了。有哦。嗯，我随便丢的。那什么东西很像麦克风的？这是新的东西，这次的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之前的那个声音感测器。那个、对对对对。哦。不是你经过会有 B 的那个东西吗？对，它换造型。哦，现在改成这样了。对。你要唱歌吗？好像麦克风、啊，它就是麦克风啊。这种不便宜耶。等一下我干嘛？点阵是、点阵是哪一个？点阵，点阵我已经装了，你已经装了。这个也是啊。这个你往上看啊。哪一个？你拿打火机吗？我打火机在我这。地上这个像蟑螂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这像蟑螂。好像没点阵的，我已经满了，我满了。A 证据，要刺骨寒温，有灵球，有刺骨寒温哦。嗯，有刺骨寒温灵球。哦，这两个可能性呢？雷魂是谁啊？啊，嗯，明明有四个，你是不是点错？你是点错啊？灵球、刺骨寒温、EF 跟灵球不是吗？没有 EF 刺骨寒温跟灵球没有 EF。哦没有烟，你要去吗？我陪你啊。走吗？他们说要扔那个十字架。走啊！九！哎，番茄刚不是说要烧圣木吗？他都说谎，我还没烧啊。对啊，番茄你先，你圣木先，快！都说说的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耳机摘下来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切个相机。嗯、欸，所以这个是要丢地上吗？还是拿手上、啊？我记得都是哪一个？不是说好绿哦，天哪！丢鬼房就好了吗？丢鬼房就好了、啊。是这样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笔记，找到了。哦，笔记。对。我烧了。烧！烧好了。哇，有烧到吗？那这样的话应该有吧？我在他附近烧了耶。黄魂把书拿出去拍个照，有完成了。我鬼魂照片，放这里好了。有笔记，拍了吗？这个亡魂。哎、欸，诅咒之物是什么啊？对哦，不是亡、啊、魂哦。诅咒之物去哪里拿？看什么东西？哦，娃娃那种东西算吗？是后来更新的一些什么塔罗牌啊、镜子啊、魔法阵啊、哦、那些东西。有他照片，它是随机的，就每一场它会随机出一种这样子。哦，哎、欸，我十字架丢了，十字架丢了。现在就只剩照片了。有人要陪我去找诅咒之物吗？走啊。今天番茄胆子好大。嗯，我可以回车上等你们。等一下我顺便拿一个那个相机好了。相机来，我手上这个给你。来，给我那个。好。哦。现在如果猎杀是跑得掉的吗？还是就等死？番茄，你要看你有没有在他的视线内。那还是可以跑掉。对，可以跑掉，但就是可能转角的时候你遇到爱离开他的视线的话，他可能就会要重新搜寻你在哪里这样子，所以你要利用这一点。他现在还是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来追杀我们，对不对？会啊，好像是不是还要关灯？对，灯要关，然后他会感应到单息产品。对，哎、欸，相机什么的也都要。我找不到诅咒之物哎、欸，怎么关灯啊？为什么我肩膀上的灯一直亮着？又见你哦，那个是哎、欸，好像。肩膀上那个灯是一定会亮的，要切到手电才能关。嗯，哎、欸，不是这个置物柜已经是
改成塞满的哦。对，我刚刚亡魂速度超快的。如果你是噩梦的话，它就是完全塞满的。那如果专家的话、就是哦哦哦，为什么关灯了？他关的吧？呀！有看到诅咒之物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它是每一场会随机出，一定会出吗？对啊，就其中一个道具会出來。我觉得这个笔电应该是诅咒之物、欸，哎，带回家好了。闹砸了！哦哦哦，司机！哦，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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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哦！咦，我看到他了！有人死了吗？他们都不讲话，笑死！嗯，欸、对他听不到我们讲话，他听得到我们讲话吧？不要按麦克风就没事啦。我在看那个摄像机，没有，没有人死，欸、结束了耶，结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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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，好诶、欸，吉娃娃，哎、欸、啊，有拍到照片吗？没有，我不在那啊。哎、欸，诅咒之物是要拍还是要？要用，就是只用它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哦，对。我怕啊、那镜子的话，它会挂在墙上，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哎、欸，干嘛？我们是不是还差一个证据啊？哦，笔记是吗？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已经都有。哦哦哦哦，对。所以就看这个照片要不要剪。我们挑一个 SAN 值最高的进去。对呀、啊，那一定不是我。我看一下，那应该不是我。哎呀，是我！对，我找到了哎、欸！找到什么？诅咒之物吗？有鬼脸的马铃薯是吗？鬼脸的马铃薯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马铃薯不是啊，真的哎、欸！来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但那马铃薯好像你把它丢地上，它会有一个音效的样子，好像蛮有趣的。哎，讲话！我靠，干嘛？拿起来它，你拿它，你拿它。咦？嗯，这是马铃薯吗？对，是马铃薯，是吧？难道是番茄吗？那看起来比较像陶庸哎、欸，跟我讲这哪像我，丑死了！你说杨韶、喔？哎、欸，对，可爱的土龙兔。我、哦、附近凉凉的哦。喂，不是我要先去吃个药，也没有人要跟我吃。喂。那你吃个药再进去。对呢。有道理。可是吃药不就不好拍到鬼了吗？哎、欸，哭啊！快躲起来！快躲起来！白姐，快跑！现在是十级，十级不会亮手电了。他走到门口准备要出来的时候，门关起来。太可怕！还有繁星的小子。马铃薯丢室内会进行猎杀。哎呦！哈？没有。真的，繁星，拜拜。哎，再见。有吗？怎么了？你还活着啊？没有了，结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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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猎杀结束。感觉他没有追到楼上的样子。没有，这里没二楼啊。他不在地下吗？对，哦，你是说跑鬼房在地下？吃，我要变白痴啦！他现在还会自己跑上来吗？还是只会限定于在地下室？他会上来啊！他上来啊！你试试看。我不要。哎、欸，我、欸啊、你拿相机，你要拍他呢？对啊，你不要自拍呢。是来偷，我只是来偷东西而已。那、欸、CD 是五分钟吗？猎杀的 CD 吗？对啊，猎杀还有 CD 这种东西，我记得有哎、欸。专家好像没有，就疯狂杀的。对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拍那个？他在玩椅子。
哎、欸，我被哈了，我被哈了，我被哈了。哎、欸，在哈我。他在哈你。对，他很哈。亡魂嘛，亡魂是不是？十级，又不是十级。哎、欸，哦、欸，十级。哎哎哎哎，没人在里面杀了。有人在里面吗？番茄吗？为什么我会被关在地下室？我靠，番茄在。他会高速移动。找不到猎物会高速移动。快拍他，拍他，拍他！他是说找不到猎物会缓慢移动了。他已经死了。你死了啊？番茄对番茄看起来死了番茄七七番茄问号了死掉哎、欸，他死后世界好恐怖哦，有变吗？还好啊，死后的世界变白的不是吗？有变很多蜘蛛网哦，我死了，这次真优美。你死在哪？路口？就在门口而已。你刚刚不是嗑药了吗？还是杀你哦？嗯。现在不是看平均值了吗？你是说哪个路口下面的门口吗？刚刚走过去都看到了，就在楼梯。我没看到你的尸体耶、欸，不见五趴而已。看到了，白痴哦、喔，你是死在这里哦、喔。好，谢谢。啊、他直接关我门呢、欸，好客气，好棒哦、喔。不是啊，鬼魂的照片有吗？三星尸鬼魂的照片啊？好吧，没有拍到照片，太小了，太难拍了。不是，好吧，那你就留番茄在这里，我们回去吧。嗯，拜拜，番茄。我在车上，我的魂魄在车上。说好拍照片呢？你都死了，就没摄影师啦。对吧？尸体有三星啊，你很棒。哇，亡魂哦，亡魂哦，要选哦。好，选好了。好，那我关门了。再见，我们等会再见。嗯，会帮你烧香的，谢谢哦。耶，180块，谢番茄。谢番茄。我没有经验值。要不要玩那个比较新的那一个房子啊 ？Willow。好。哦、oh, ，那我就选这个。好了，可以准备了。好、oh. ，我第一个，那我爷。是该把游戏关在 SSD 里面了，都。任务：吹蜡烛。电房这是几楼？哇，要逃脱猎杀！哇，团体之一。嗯，对。可是其中一个人死了，就算失败这样子。对啊。哦。可是要怎么逃脱啊？就老啊就是要靠圣木，就是看到他来的时候烧圣木，然后他就会往回走。那你就要趁这个时间，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这样子。会给你拽门吗？会有机会。而且听说他们这次更新之后，就有修一些鬼的行动。像之前的话，可以躲在门的后面，那可能鬼开门之后他会看不到你。可是现在就是修了之后，就鬼会先跑去门后面看你有没有在那里。好这是什么？越来越厉害。这是什么惊悚片的桥段？耶、yeah. 欸！新房子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嗯、这是旧的哎、欸。这是录影地前，上一次没有。是录影地上一次玩的时候还没有这个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录影地之前的。进门先找藏的地方，这么难的吗？不是车库啊。哎、欸，不一样哎、欸。车库。对啊，一样啊，车库啊。对，是车库。要躲的话，躲车库好像比较安全。对的。重点是我要找得到去车库的路。有啊，就走左转。我路痴。他那个门一直在叽叽叫。哪边？那可能鬼在那里啊。
没有，就刚刚车库的门一直在挤挤挤。哦，我们是不是又没有人看那个电闸在哪？那个在楼下，楼下，楼下。哦，楼下。在地下室。好，哎、欸，那个地下室要不要拍一下？是什么头？还是啊？哦、这好像臀骨。这里还有一个房间呢。是腰的骨头，骨盆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骨盆。七度八度。这是骨盆。骨盆吧？没有，电闸还没开。啊，我开了。咦，这什么东西？骨盆吧？你觉得嘞？就是、骨头可以先拍照再捡起来。那我这是不捡。有带相机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想玩黑相机吗？我不要。哎、哦欸，五度哎、欸，就这里、欸。有灵球，有灵球。哪里哪里哪里？地下室。地下室，地下室鬼房。怎么又是地下室？这里这里。这一间，这间有灵球。是哦，我哦，我在这里、欸。哦哦。这边有魔法阵哎、欸，对啊，魔法阵什么东西？这是这个吗？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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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因为刚这个旁边的蜡烛，你把它全部点了之后呢，鬼就会从中间跑出来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，如果有拍照的任务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哦，我怎么上一场没有这个？好棒哦！更新这好好玩哦。四度。对啊。五度，在地下室。哎、欸，任务有什么、啊？嗯，我忘记了。你要去死，要吹蜡烛的样子。要去死一死。你要遛鬼，要去死一死。这任务太难了吧？而且还有一个是让鬼吹熄蜡烛的，那很简单啊。吹蜡烛很简单、欸、我去点蜡烛，对啊，我去点蜡烛的给他吹。拿相机。嗯。哎、欸，蜡烛呢？どこにいますか？左边，左边。哦，他回我了。他回你了。对。这么快？他说他在我后面。哎、欸，我也在你后面。哎、欸，踩足迹了，踩足迹了！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！快来拍！摄影师，摄影师，他踩盐巴了，摄影师。我还丢蜡烛的。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脚印，脚印！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！我去拿摄像机。哎、欸，要怎么去放置那个东西啊 ？F 放有了啊！哦哦，有点阵。可以去拍足迹了。妖怪是什么？嗯，真的鬼吗？他是妖怪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不是点阵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迷路。点阵、通灵盒跟那个灵球。灵球。点阵。灵球。这么快啊？其实就很快啊。女妖、幽灵、妖怪、雷魂。妖怪。妖怪。妖怪那就剩下这些了。说话会增加他攻击的欲望哦。说话会增加、啊，我不讲话。嗯，我也不讲话。那雷魂有什么？透过吸取复制的电梯设备来加速。吹蜡烛已经那个没有解开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没你的蜡烛就丢在地上就好了。对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好吧、嗯，对啊，你只要架在地上就好了。你人在那边吗？啊啊！被 EMF 叫了。五级啊？没事没事。不是啊！五级。躲在这里对吧？嗯，因为刚刚拿的圣物、嗯、在这里。拿打火机吗？走。走。那就。有手汗。等他出来，对他丢圣物、哦。哦，不用放十字架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另外的任务，放了他就出不来了。好吧，就是要让他故意猎杀我。对对对。那这个任务太重大了，我决定交给五戒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在我后面拿相机，就是他出来的时候拍照啊。那我来，我相机给我。他要想杀的是我。好，哎、欸，是相机还是圣物？欸、我去拿圣木啊，你拿相机啊？我没有拿相机哦。我去拿。
然后就多少赚一点外快哦。你这个已经找到财富密码的。嗯，你现在钱多少钱？多少了？我没看呢、欸，几万块吧。好吧，你看、啊，交。有啦，番茄。有，我很勇敢，我很勇敢。有啦，番茄。啊，你刚刚好像叫错名字来着。交。嗯，在这边哦、啊。嗯，在这边等他上来就好。哦。啊，等他上来哦。我们会不会被这个门被这个门关在里面？我等一下烧那个圣木，他会往回走，然后那个时候就要赶快找地方躲起来，这样子。对。特库真的。特库好像比较安全一点。因为他可以绕圈圈呢、啊。要叫他名字。哎、欸，关门了。啊！没有，好像来了。我听到他在鬼吼鬼叫。好像很肚子很饿的样子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准备哦，拍拍拍，烧喽烧喽，拍了拍了拍了，赶快躲起来。灯关掉，灯关掉。哎、欸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手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手上总是我。哎、欸，原来是你，你白痴，你为什么躲到这边来的、啊？躲在哪？不是一片黑，我看不到、啊哦。我躲在哪里啊？啊你死啊、欸？这你不行吗？死掉了吗？他不行啊，有人死就死了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不是啊，我躲在这边，他看得到我吗？为什么？他躲在厨，哎、欸，东西跟东西中间。对啊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很安全啊。为什么这一次番茄的尸体只有两星？你贬值了。那我拍轻一点的。我已经没有价钱了是吗？拍轻一点的尸体。你死太多次，就像打 low 一样，你死太多次就不值钱。对你去杀一次鬼，哎呦，你赚点赏金。哎呦，你把鬼杀了、欸。不对，不对，这不对。Yeah. 我叫口口。口口。我今天晚上你又做噩梦。我再试一次好了。怎么了？然后再试一次哦、喔。你说六鬼吗？因为还有圣木嘛，所以对。可是鬼，你们可以在外面等我也没关系，试、哦、一下。而且我刚刚已经有烧到圣木啊，他怎么还会去烧我？不不不不不不，他中间有那个像自盲时间结束了，因为中途听到他那个离开我们这边、嗯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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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來了我要去看那个鬼的样子，我不管。嗯，鬼在哪？吴姐好勇敢！哇，吴姐跑好快！哦，我看到了。啊，躲起来了。他找不到吴姐。应该找不到吧？这么这么弯。好像消失了吧？哎、欸，结束了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你成功耶！完成任务了。耶、yeah. 所以死掉一颗番茄也可以完成任务。嗯，他不是。哦耶！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？哇，我们都变白痴了耶。刚刚他上来的时候。你们是往左边躲的，我往右边，还好他是二选一选了你那个方向，往我们这边过来。有躲过。你们这边有选什么？点阵灵桥有什么？啊，点阵灵桥有通灵。都右边的，都右边的。OK， 好。来喽，那我关门喽。好。这次还有拍到照片，应该蛮多钱的吧？你说我的照片还是鬼的照片？鬼两千啊！哎、欸，还是180块，这样才30块，它贬值，贬值了你就20块了。没办法，下一场又变得一星，欸、下一场再试一试就变10块。哇！哎、欸，你应该也没有玩过露营地吧？我没有，没有。那我们来玩露营地好了。
帐篷可以躲吗？帐篷应该可以吧。哦，那口口老实说，露营地我也没玩过几次。我记得我上次有玩到露营地，那边我好像也才玩一两次而已。下雨。哦，才5%哎、欸。电闸就在出去右手边，就任务哦，我们在这里哦。运动感测器采盐，这么大的吗？是大地图，还蛮大的，而且它是户外的哦，不是室内的。那很亮吗？哦，它有一个发电机打开之后，就会比较亮一点吧。哦。我开门喽！哇、嗯。哎、欸，没人拿钥匙，没人拿钥匙。我们哎、欸，我拿了，我已经拿了。那、欸、打不开哦。哦，没事，我按错键了，抱歉。好。嗯。哦，番茄。哇。太久没玩了，这款游戏对我好陌生啊，连鬼都对我那么陌生。这都是没有喝过的啤酒哎、欸。想喝。哦，这是发电机吗？发动了，下雨好难找灵球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拿手电筒？你这样不是刚好找灵球吗？但我怕鬼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有手电筒。架住！这个帐篷是这样开的。对，帐篷是帐篷可以开哦，每个帐篷都开。怎么开？怎么开？怎么玩？你就是就对对着他左键，可是他声音很大，吓死我！对，他会拉那个拉链。左键。哦，我关啊。咦，好鬼畜！天哪，声音真的是很奇怪。哦。矮的帐篷应该就不用检查吧？只要检查那个高的帐篷。下雨真的好难找灵球、哦。几间帐篷啊？四间好像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有很多间呢。哎、欸，鬼会偷相机、嗯欸。对，Annie，你可以来这边。四度，我在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有个小木屋。你在哪？等一下，我在哪里？请问四度是正常温吗？我刚刚也看到这边四度。嗯，啊，因为这边是室外，所以它那个不准是不是？对，会比较不准，而且又下雨，现在气候会影响。我在哪里啊？救命啊！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所以这里的噩梦真的是很噩梦、啊、你玩过噩梦了吗？有啊，直接被杀了是吗？对啊，而且噩梦的鬼是会连续杀人。安杰，你会走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也在迷路。不是说那个木屋在哪里？哦、这是萤火，直走萤火，直走到底左转、嗯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应该是这里，什么东西卡住？我错位了，木头，你脚边有个木头。哇，原木，原木椅。他那个萤火可以点燃，我记得。一度哎、欸。对。哪里啊？1.7度。你在哪？我在这个白白的这一坨帐篷这里。这不是我们刚看那个帐篷吗？对，它这里变一度了，一点哎、欸，等一下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6度，刚刚有一哦，0.9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白色帐篷哪边？
不是这个帐篷吗？我在哪里？这个白白的，我在外面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进去的。哦，他在外面徘徊。他在外面有餐桌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鬼在这里哦，拿铁这个。嗯？喝咖啡的鬼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那为什么感觉室外没有那么可怕？哦。お？有吗？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我用大声攻，这边刚才有声音。就是那个前面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一度。哎、欸，这个咖啡杯它倒了耶。他可以拿起来了吗？他刚刚是站着的。这是一坨什么？嘿，那是我刚丢的东西。这是一坨什么？我的叶子呢？我从地板上会有温度计啊，谁丢的？我丢的。嘿，好，我们的车在哪里？这条路出去右手边就是我们的车。来，我来接你了。你要来接我了？不是，我是你。哎、欸，那边。来看看啊、哦，这我是要干嘛来的？哦，十级了呢，活动十级了耶！哎、欸，又没有了。没有啊。刚刚、哦、表示他刚刚有出来一下喽。嗯，刚刚十级了。一小段，运动感测器是要把它拧在哪里？那也是户外、欸，这里吗？你能绑那个白色帐篷上吗？它好像就在帐篷的外面。这里吗？我试试看。桌子吗？何歳ですか？对，那个有拿铁的那个桌子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你们有人拿笔记本的吗？何歳ですか？No。何歳ですか？我来拿个盐。笔记本没人拿哈，那我拿了。然后笔记。我是不是死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十级六级六级，没有六级而已。哎、欸，安姐，你拿那个运动感测器了吗？我拿笔记本了。你有听到声？哪个是运动感测器？门是锁的、哦，你们可能是被追杀、哦。十级了，我打不开门哦。十级了，十级了。番茄死了，不是我。番茄说好的救我呢？哇，我死了！我救不了你，不是我，是我，是你，不是你。OK， 凯瑞的死了。我听到有人在他会唱歌，对，阿丽莎会唱歌。阿丽莎会唱歌啊！我真死了。哎、欸，死掉，我们 sense 也掉了10%左右。会哦，现在有人死的话，好像会掉20%左右吧？其他人啊？啊，怎么办？我要先嗑药。Carry 死了，而且好像没有找到他的位置在哪。对，不是在那个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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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他其实有点像切我们西瓜。切你们西瓜？对，我们跑的时候，我们又十级，又没了。等一下哦，不要笑我。我刚好趁这个时间去一下厕所。好的，好。番茄，你去放这个运动感测器。死前我一定要点燃这个，萤火吗？是的。但是怎么厉害也不会把萤火吹熄。好吧，这个鬼生前是游泳选手或是马拉松选手。Oh my god！哦、好像是女生、嗯、对，声音是女的啦，她会哼歌。哎、欸，番茄死了哦。嗯，快跑，运动感测器这个吧。
你还活着哦？讲话，结束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他还在唱歌。哇，听得到哦。嗯。哇，你怎么是躲在路口啊？我要害你。开门！我还活着吗？哎、欸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们开了。我刚才听到心跳声在我附近，哎，为什么？追这么远的吗？是吧、啊？哎、欸，不用出来啊，进去啦，走啦。放个运动感测器。现在到底活动范围是哪里、啊？好怂啊！天哪、欸！不是这吧？我可不要。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丢不出去。嗯，还少一样东西。嗯，把温度计被丢到壕里面，我捡不到。那是十级吗？还是我听错了？你们在哪里？萤火。那哎、欸欸，唱歌了，唱歌了。哦，他在地上爬。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他就是从那个咖啡杯的那个桌子那边爬出来的。哎、欸，是我是我。啊，我没有死一个，掉了。所以他正在咖啡杯那边。嗯，我刚刚看他是从这个方向爬出来的，还是在屋子里面、啊？是这边的对面啊！啊，只剩了两个废物，怎么办？不要这样说，我们可以直接开车回家。我们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们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啊！没有，没有。怎么办啊，番茄？你不是这个按钮看起来很好吗？这个亮亮的，那你先让我们躲一找一下啊，拍一下、啊。该不会其实是在这边吧？不会，你是说我死的地方吗？不是，是那个，就是咖啡杯那个桌子的后面，就是等于是地图的另外一侧，另外一侧刚好太远了。哦，他断墙、欸，可他你说他爬的哦？对，他是用爬的。他会从这边爬过去那边。哎、欸，我们剩下，我们总共平均只剩下50，我们两个一起去看谁先死。我们，哎、欸，那回彩岩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彩岩做了。对啊。有，做了吗？做了。彩岩做了。那真的是在这边哎、欸，我在这边撒盐的。哪边哪边？就是刚刚你们说脚有那个咖啡杯这边、欸，有脚印，有脚印。一直有运动感测器的那个哔哔哔哔。可是没有解任务呢？为什么？我们发现你进去了。我们两个在那边走了、啊嗯。对啊，是我们两个吗？对，我们两个走了。番茄，你等等我，等一下我，等一下我。魅影，看看我们两个到底是谁会死啊！我都死两次，不至于让我死第三次吧？啊，这样子吗？我们现在进来干嘛？看谁先死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，躲躲躲躲躲。哎，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他是从这里出来的，这个帐篷。哦，是从帐篷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他这次换在帐篷这里。对。那他是会换位置吗？哦。这个小孩子鬼。他在巡回帐篷当中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哇，番茄厉害，是我，哦哦，没有哎、欸，我死掉了，番茄死掉了，番茄死了，哦，好吧，欸、你赶快拍一下喽，等一
等一下，门在哪里？我走了，天哪，太可怕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番茄，你没有躲吗？我躲在出口这边啊，他直接从帐篷走到出口这边。你这边根本没有遮蔽物啊，你应该再往里面走一点吧。因为我不敢开灯啊，我怕开灯他就找得到我啊。你就直接蹲在大门口，他一看到你就直接扑过去。我们要来猜一下吗？不是，我玩了三场，我死了三次。我看一下你这次，应该，我不想拍你，应该不值钱。我就在门口，在门口而已。是吗？要拍一下吗？你可以拍一下，然后马上走出去。哎呦，这游戏怎么那么的恐怖？不是恐怖，那么的无情。你死在哪里啊？而且我刚刚就把门口一进去之后右转。哦，我看到你了，这样算吗？啊！哎、哦欸，躲起来！哎、欸，他还在营地那边、啊，小木屋那边。对，他还蛮远的，所以你，哎、欸，你找个地方跑进去躲起来，应该不会有事，因为他离你蛮远。对他还在这边绕。哎、欸，你敢不敢开麦？哇靠！直接，哎呀你退，找到你了，退，一直跑，退，那是你吗？你在拍照？是，啊被抓到了吧？对啊，被抓到了。哦，完了，死三个了。全灭、啊，全灭吗？全灭了，全灭了。这边有，我们这边可以通哦。变五只鬼了，全死了，可恶。那开可以拆吗？我没有拍到他，我觉得我跑不掉了。我切相机想拍他，没来得及。少林，我就说番茄不值那个，我去死。不是你在外面拍我就好，我跑里面去拍。我还在想要不要往前挪一下，他就关门了。啊！我买一下东西哦。嗯。吴姐老板现在是不是很有钱？对啊，现在多少钱啊？3万4。哇！啊，不管现实或是网络都很有钱。嗯？嗯？嗯？那我顺便睡个厕所啊，大家可以直接开始。来，我还没，你还没睡。那你们要继续帐篷吗？我们可以玩帐篷，可是不要玩专家的。刚是专家吗？对，刚才是专家的。嗯，可以考虑先玩比较低阶的帐篷。低阶的帐篷，低阶露营地。露营地一定都是下雨天吗？真的吗？好像有时候下雪。下雪，会不会？哇，手电筒照下去会不会瞎？下雪那都有了，就都是对温度计会变很差，对，就很难测。啊，天哪，这款游戏越来越丰富了。你没有玩的哦？没有啊，我在等那个地图选好。哦，好啊。所以要真的要选终极吗？还是要再专家一阵？我是都可以啊，看他们吗？不用看啦、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那就是专家了。好，好了，我开车。好，我去厕所，上车尿尿，下车拍照。而且刚刚那只鬼穿墙，哎，太过分了。他刚刚是完全看都没看到安妮，就往他那边走。下雨又是下雨，刚刚那个是在地上对吗？他在地上爬？没有没有，他好像会切换形态哦，他在地上拍拍又，太过分了吧？因为我刚看到他猎杀繁星的时候他是爬的，可是他猎杀番茄的时候他是用他用站的，对对。好过分哦、喔！我也不懂。
五指十字架拍照运动感测器。要等一下番茄吗？专家没差吧？不是，他一回来一禁区猎杀，不是更棒？也对，走了。怎么按啊？不按没有用。啊！哎、欸，电箱嘞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对哦，又忘记看了。看一下、喔。哦哦哦！走到码头右边，码头的右边，很底。还有码头。对，我刚才就是要 Annie 去看那个码头。哦，打雷！哇，来 Annie 走，我们去看海。走。你们去看一下那个码头，走到底，他们有藏一个彩蛋在那里，还蛮好玩的。我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家的电话突然响起来。我被吓到、嗯，鬼来找你喽！顺着网线来喽。码头，码头在这啊！我去开电箱。有什么彩蛋？那是码头。不是码头吗？可是叫什么？就是动身的那个浅桥，有没有？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是瞎了吗？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啊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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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哦哦哦！啊，我被卡住，等一下。所以会有航平吗？哦，走了，哦、我们坐航平的小船。杰森呢？杰森呢？哇！哦，我想说有泡泡。原来所谓彩蛋是这个、哦。对。看一下。三号星期五。咦！刚有被吓到了。它可以拿吗？不可以。你打开了吗？我现在才开，抱歉抱歉，我以为我开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然后卡住了。所以在露营地，温度计就派不上用场。下雨或下雪的话，那我们只能靠 EX 哦。Yeah. 嗯，而且灵球又很难看，耳朵要看到眼睛都要花了。哦，那点阵应该更难看。我在哪里啊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刚刚是要几度以下才是啊？刚刚有测到，在他那个咖啡杯那边有一度。哦，好，咖啡杯，就是上一局，嗯嗯。哦，上一场。不是，我迷路了，我在哪里？哦，我找到路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是谁？为什么我在这里？我是谁？哇！再亮一下，再亮一下。有了，我找到我的目标了。好、哦，什么东西？兔子娃娃。打火机点不起来了吗？哦，这里还有棉花糖呢。打火机雨中不能点了、啊。不能吗？你刚刚不是在雨中点吗？大雨。哎、欸，大雨点不行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看你点看。哦，我点点看吗？啊，点点看打火机点不点得起来？好，还是我又按错键了？不是 F 吗？我们这边好像有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哎、欸，不行的，好像。所以它只在室内点。不行。好吧，蛮合理的。嗯。我把我的手电丢掉了。等下我帮你找，我帮你找。我找不到手电。对啊，这里。哎。雷包，天哪，有了。EF 有响吗？目前我是拿着温度计，跟一个没有用的雷达。哇，好困难哦。小木屋是可以进去的吗？哦，哦。打雷这么亮的，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哦，
要去哪一页比较好？这是哪里？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可是在这边感觉有听到声音，可是不确定。你在哪里？厕所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你说的是小木屋后面那间厕所？门口一进去右转的那间厕所。那个雷声好真实哦。对啊。那时候我的。左边耳机到右边耳机，贯穿你的耳膜。哎、欸、，EF， 你们全部都拿光了。嗯，我没拿。就两个啊，我拿一个。啊、我也有一个。那我拿，我要拿什么？我拿摄像机好了。摄像机。有 4K 画质哦。找不到鬼耶、欸、感觉又要死人了，怎么办？路一定有这么难找的吗？小木屋怎么进去啊？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说哪个？小木屋好像有个钥匙藏在地毯下面还是哪里吧？找到之后就可以打开那个门。哦，地毯哦。对，它的门口前面有个地毯之类的。嗯。路上吗？吴杰硕，我刚刚有这件小木偶，有到3度4度哎、欸。你说那小木屋厕所这边好像刚刚有听到声音。好，抱团取暖。不会是我机器坏掉了？嗯，没有，找不到。好像我刚在刚刚上一局同一个位置4度哎、欸，其他的地方都是9度10度、哦。所以又是那里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过去。我觉得那个位置好难跑哦，天哪！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哦、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哦不，3度，码头的咖啡杯，3度。啊，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男生在哪里？你往码头走、啊。刚刚那个面具那边，还是我刚好照到他？喂，对吧、啊？这里。哦，那3度呢？对啊，这边凉凉的。嗯。EF 也都没反应了，好可怕。哦，有耶，有钥匙哎。来，我们这场谁会先死呢？蹲着吗？没有，你站着。哇、哦，小木屋好温暖哦、啊！而且我们的肾值只剩下20几而已，感觉它随时都会冲出来。要按住，算了。好亮！加了，加了。鬼是会出现在地图上的吗？好像不会。猎杀的时候，鬼不会。嗯。你说车上那个地图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好像没有。番茄，你去哪？我要回家。我用摄像机走了一圈，也是没有看到灵犬。哎，猎杀猎杀，躲起来躲起来。哎，没了。哎，哦，还在。只有繁星在里面。啊，我听到脚步声是右边吗？厕所那一边。完了，这边没地方躲，白痴哦、喔！番茄怎么可能躲得到这边啊？不知道我多天才了吧？
好像是在厕所那边有脚步声。哎呦，我看到。对，那猎杀有过久的、欸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定了。他从右手边走过去，我觉得是在厕所那边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你死了吗？对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你怎么可能在这边可以躲得了啊？这边地方可以躲嘿、欸。一开始就真的是运气好啊，后面就在这边被杀。好，说是要躲在掩体后面。你帮我拍三星哦，我给你三星好评。好。我先吃个药、哦。蓝色帐篷的门、欸。你们不吃吗？安排一下好了。他们等下又要有人为了照片而死了耶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。对，就像这样。猎杀。让我走。其实可以躲那个厕所。可是他好像从厕所里面出来的。啊，你装到东西了？假的。没有啊。我找不到路。我没有看到他。哦，对，厕所。嗯。他走很慢。就是厕所。他跑了，他们看到你了。啊！妈妈。你再绕一下啊！完了。啊！我看一下哦。在厕所。没有厕所，再过去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在厕所一开始没看到灵球，然后拿那个 EF 也都没响。可恶！最快方法确认就是撒盐了。又因为拍照死，我再也不拍照了。哎、欸，我跟繁星死在一起呢。太好了！你看我们番茄看到没有？番茄是时候加入我们了。不行。好、哦。你看我们在这边。我先撒个盐。在我们身上撒盐吗？我先撒个盐，再光荣的死去。撒盐，保存好尸体。我先，你吃药了吗？我吃啊，我吃两瓶了。好，我也吃两瓶了，那走吧。他是从哪边出来的、啊？你继续走，你继续走，走到里面去吗？不是啦，你总会走这边，门口啊，是吗？厕所门口，另外面也是厕所的门口。哦，这里，所以在这里。对，他厕所有两面，这里就这边，这一面吗？然后他刚刚是从左边的那个巷子出来的。どこにいますか？何歳ですか？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どこにいますか？没反应。有点忘记要怎么架脚架。脚架、哦？我想起来了。然后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了。地方其实可以躲哎、欸。我觉得死了比较好哎、欸，可以看得清楚地图。早点死。他开水了，他开水了。开水是那间厕所的水吗？不是，是我们那刚才那一间的对面。到底？那到底在哪？那一间？你知道上厕所上个厕所不要这么摸鸡嘛？出来。差不多在附近。这边这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里是哪？这里。这里这里这里，番茄这里这里这里。然后我没有按到开。这种厕所要怎么开啊？这里这里这里。这里。哦，是这个水龙头。对对对，花洒，你在哪里？这里这里。哦，他要洗澡。那我刚刚也来过，没有反应啊。这里这里有，我刚刚看到，我刚看到。他在那边开水。嗯。可是繁星说他从另外一边，哎呦，我看到他可能穿墙啊，那个牙齿了。没有，我刚刚是说他从另外一面的那个巷子走出来，所以他可能是绕出去的。哦。对。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我的摄像机没有开、欸，还是？哦，那你要再去重新架一次啊？哎、欸，我刚不是开了吗？还是你是想故意让我去的？哦，书也要放啊。算了，我甚至没有，我也没有要。你可以先丢个十字架在那个浴室里面，就比较安全了。哎、欸欸，门关了，出来喽！出来喽！出来喽！门关喽！门关喽！躲。躲躲，然后去看鬼在哪里。哦，欸、真的、欸，真的，真的是厕所哎、欸，厕所哎、欸，有莲蓬头的那一间。嗯，他知道你在哪里耶、欸。灯要关哦，番茄。啊，他找到你是不是？我死四次了。
我每局都是我在受伤。我应该，我应该，应该要躺在你们那边的。实测，实测。就知道你喜欢走最远。哇！你保住你的东西吧，我们先走吧。那我们就随便拆一个喽。好啊，来番茄拆。电子设备也会影响到吗？电子设备会啊。我刚刚录摄像机拿在手上啊，哎、欸，我是站着死的。随便拆一个好了。啊，你摄像机拿在手上，它会追踪啊，所以电子的东西都要关掉。难怪哦，现在鬼这么聪明啊！好，我就拆这个了。我最爱拆玉林。拆雷魂吧。我要拆那个。拆我要拆 Annie 的老女友。哦，那我就关喽。好啊。啊。虽然真的是在厕所那边。哎、欸，好扯！我现在才知道那间厕所有另外一面。它就是左边男厕、右边女厕这种概念。爱你啊！照片我看，我们拍了什么照片？我的啊。我拍他的尸体，然后我就死了。上一局是拍番茄的尸体，又死。比我好多了吧？我都是被他无缘故杀死的。这样还要战团吗？我不要，我看不到路。要不然学校嘛，来九月学校。好，学校这里。学校有什么等级？哦，他现在可以自己调。对啊，可以自己调。哦。突然安静，我想吃牛排了。我刚看到好多烤肉架，泼啊泼完了，你还要出来？啊，想出去，我想出门。番茄，请活下来。对，你说的是游戏还是真实？嗯，都要啊。你是不是还没有活过？对，是哦，平均赛值。我是不是正常有理由可以待在厕所？蔡大主哎，为什么我们要限值要这样低耶、欸？所以你要出去哎、欸，只要归零是不是？也可以啊，归零归零归零。我等下更新之后，好像可以经常拿出来玩。嗯，我说这款呢、啊，更新过后经常可以拿出来玩。那么大，天哪！哎呦，在哪里啊？发电机。是几楼？一楼，左边楼梯口，楼梯后面。我们要四个人走在一起吗？不用啊。你哪里看它是 B 楼吧？分两边吧。你说怎么看一楼吗？因为、因为它绿绿的是出入口，出口可以进的门。对。I see。然后它可以切换闸喽。它可以切换二楼的平面图。对，左边的小黑黑的东西，小方块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你就知道为什么等级这么低了吧？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门口就四度呢。门口就四度。你们走到左边还是右边啊？我们走左边啊。我们先开那个啊，开电房。我开了，我开了。哎、欸，电话，楼上吗？楼上吗？快了。我还在门口听到耶。确定是在左边，进来之后的左边，但是哪一间还不晓得。救命！哪边是左边？电话。为什么我没有听到电话声音？为什么？表示你比较右边啦、啊。对啊。然后我现在左右不分，应该说我现在人在哪里？我在大门这里。都跟哦比较里面。那你听到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在二楼就没听到了、欸啊。你们说电话声音吗？那不在二楼吧？嗯嗯。我在二楼。那我们不见了那番茄。没有哎、欸。对吗？你想应该不是我耳朵坏掉，还是我耳机坏掉了？嗯，还是你又把它关静音了，拔耳机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现在听到你们讲话。嘴他，他听不懂我讲话。我听得到，我听得到，不要乱嘴。打电话了。哎、欸、哦，一楼底，有哦，有烟，是古人吗？是古韩文，好，我去拿那个相机。どこにいますか？你在哪里？救命！在哪里？我这里在哪里？
不见你在哪里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里，这一间，这一间。哦。那我。我放书哦。啊，负六。どこにいますか？那这东西可以丢掉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他不回我。哦，他出来了。这测鬼倒是挺，哈哈，是有机。你死了？没看清楚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他只是出来吓我而已。没有，他刚刚十级掉下来，现在是九级。他通灵盒不回我。门口，你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？天哪！多玩，对，多玩几次。我们现在可以每个礼拜都玩一次，训练 Annie 的方向感。等一下，我在哪里？你们呢？我在车上了。对，我要拿新的道具。那个他边边在哪？我去找你。你走到你那个走廊走到底也可以走出去。哦，我出来了。哦，我出来了。对对对，我出来了。我让他吹蜡烛。哎、欸，他在哪一间啊？左边，左边走到底，门口丢一个温度计。我聪明吧？他要打电话了，我不接。接啊，我不要。嗯，我刚想去接楼下电话的时候，他又突然不响。等一下他打到你家去哦。你不要这样啊！那你回来干嘛？我已经做完我的事了，我要回去拿东西。哇，外面好暗哦，超暗。他是不是地图改暗了？哦、找到大门。又开又打电话了，一直以为我没有开手电筒。我也是，我反复确认好几次。有人叫我去喊通灵盒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语音是正常还是不正常。有通灵盒吗？哎、欸，有脚印耶。里面吗？对。好。还叫我吹蜡烛。好了，我蜡烛放好了。来装点阵。你这样看得到那个吗？灵球跟什么是冲突的、啊？还是现在没有了？哦，好像没灵球。我刚是拿摄像机进来的，有先确认一下。嗯，我放了两台，另外一台是什么？哦，一样找不到。好像也没有指纹。看一下路。直走。你真的会怕的话，就是先不要进那个大门啊，走左边的那个小门进去，走就到了。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其实不用，我们走到最上面最左上角绕进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最左上角的小门绕进去就好了。左上角还有一个门。对啊，因为它走廊前后都有个小门。哦。不走大门也可以，也可以那个减少那个限制降低啊。他吹熄蜡烛了。嗯。因为是他的生日。有点阵吗？没有，没看到。要拍照，这个够大啦，这个蛮好拍的。哎、欸，我手拿什么？拿什么东西？就这样。遗迹也没有。耶，不就测过了吗？没。EF 没有。没有。哦。啊！吴健，我需要你的日文。什么东西？因为我用语音，他没办法感测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欸、可是你是设定是日文吗？我设定的是英文。那你就讲 give me a sign。你要讲英文啊。Show me the sign。Give me a sign。好 ，give me a sign。Sign。Sign。这个门开大一点。
不会能说。喂，我的手在流汗。你那边那么热的吗？他应该想表示他很紧张吧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喂，是那边真的很热啊！我要笑死。狗位置。M V 吗？那给我个信号。叉叉叉叉什么意思？不理我。嗯，就是没回应，可以再多讲几次。哦，哎，所以你的语音是通的啊。我用好啦。下那个包。你是女生吗？对。没有，哎，没事，对不起。我刚刚看到点阵。还是我看错了。可以杀番茄吗？哦，可以吃番茄吗？可以吃番茄吗？你爱护我，拜托我去死！哎、欸，我没有活过，没有理我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你电话也不打了？架这么多台摄影机啊！他是不是人多不会出现？那个鬼是什么？哦，好像有的鬼是这样。对啊，嗯，害羞。那我们要献祭一个人，不是啊？是你啊，现在只有你在那边、啊，现在只有你在那边。你们呢？你们？嗯，拜拜拜。我在车上啊。你干嘛、啊？你回去。哎呦！你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我已经把我的边摘一边掉了。我在你后面啊，你先进去。他要一个人在房间内才能对话，试试看。你捡起那个讲的话、啊。Give me a sign。哎、欸，我应该设定的是英文啊。你都讲一遍。How old are you？ 有叉叉还是什么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拿过。都没有吗？一般喊话它也会出来，不是吗？哇，你可以拿着讲话吗？是教室，是不是你偷关门啊？我刚敲关门声音，我吓了一跳。感觉点阵都不清楚哎、欸。怎么办？他连那个什么笔记也没写吗？嗯，有啊，没有？哦，欸、有点阵，有点阵，有点阵。对对对对，自古点阵缺一个指纹。幽灵跟赤鬼呢？幽灵是我跑啦。幽灵是灵球，赤鬼是 ENF 五级。番茄看起来是没有灵球，所以应该是 ENF 五级吧？嗯，怎么了？没有。喂，出来。点阵跟什么？寒温。对，幽灵跟赤鬼，对，他们两个是什么？他们两个差什么？就是一个是灵球，然后一个是 EMF。嗯，灵球的话，我刚进去有在用一台摄像机找，还是没找到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EMF 吧。除非我漏看了，他们刚刚从头到尾都没在想。其他的话，鬼照片。番茄要拍吗？我觉得我又要再去再死一次啦。我陪你，我陪你，我拿那个啊，对，我拿那个圣木啊，一点圣木。那个圣子已经解完了，还没有吗？没，还没，所以我们可以再进去一下。嗯，还要再进去一下。要拿圣木吗？如果是幽灵的话，幽灵的话可以减少，可以暂时困住它。我觉得玩这款游戏不是被鬼吓到，不然就是被队友吓到。为什么？你有牙齿吗？对，不然我很恐怖。口腔，直接看口腔。刘太子可以看到你的眼珠子。哦，你们都已经在里面了。嗯嗯啊。
我们再拉低平均值。我刚拿圣木进来。配我，白痴哦，吓屁哦！拍到了，拍到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你拍到了，鬼，拍到鬼，拍到鬼，有吗？我也拍到，我也拍到。哦耶，那我们要在里面待到那个25啊，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好了。嗯，找什么地方躲起来？找门口进，找进门口的、啊，离门，离门近。他如果错，就这里。你是说、不行的，你那边卡一半是不是？不算躲啊，你要躲在房子里面吧。我要靠，我觉得我在跟着魔王比较靠谱，可靠一些。你这样不行，你给我进来。往哪？我还看到跟鬼的互动，笑死！番茄的背影。哎、欸，门关起来。那我把这个放这边嘛，等下鬼经过就会亮一下。好，哪、哦、个？那个运、啊、动感测器。哦。现在哪一边在走廊哦？我在走廊玩啊。你在哪里？房间吗？我们在门口这个，靠门口这个小屋，这里。那我躲在这边。喂的。嗯，我在外面没事。哎、欸， okay. 我们已经解完了，可以走了。那我知道啊。对，哦，丛书可以看。哦哦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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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哪里啊？欸、所以他是什么、啊？应该是他刚才哈的时候，然后。欸、对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是什么？刚EF 没有到五啊。刚没有到五吗？对，刚好像只有到三而已。可是灵球也没找到啊，要不然我们回去看一下灵球。我玩到相机了。那这一次更新 EF 还会雷人吗？因为之前版本不都很雷，都只会到四而已。还真不知道。我这个人物的，我很少用 ENF， 我也不晓得。我也是。这个人物的体能很差哎、欸，对啊，一下就喘了。有架三台摄影机在那边，对啊，有灵球的话应该会看到，还是要去把它关掉啊？吧。哎，点阵会影响吗？不会吧？因为点阵是那个光害啊。哎呀！哎，丢东西耶、欸，好凶哦、喔！哎、欸。丢东西应该是那个吧，赤鬼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他是幽灵，有人在附近的时候才会活跃。活跃，幽灵，对。哦，他会高速移动物品。嗯，可是我们都没在他附近。可是灵球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要看得到了才对？对啊。那就猜，我猜赤鬼好了。我也觉得应该是赤鬼。赤鬼在哪里？怎么样？哈哈哈。EMF 很坑。对啊，就很坑啊。好，那就猜喽。嗯。轮都好了吗？我猜好了，那就关了。哎、欸，番茄活着、欸！哎哎哎哎，终于拍肚皮！我终于活一场了。你活着，我们就猜错了这样子。一定要献祭一颗番茄。哦，有对，哇，240块，太棒了！我终于活一场了。哇，你的那个钱又可以回来了、欸，哎。你懂吗 ？low 不是杀那个你杀了人之后，钱又赏金又回来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要再叫我去送头啊！鬼互动次数34，哎，天哪、啊！吓、哦，我出来那么多次，他吓了我。那好像是那个好像是有东西番茄的互动，我拍到的是番茄跟鬼的互动。那接下来对我有意思？要在大地图吗？大地图只有疯人院。监狱啊，还有监狱 啊，对，还有监狱，玩监狱好了。我疯人院从来没有玩成功过哎、欸，疯人院太大了。对啊，一层就是，而且我一开始玩疯人院的时候，我玩疯人院的时候他不让我进去，为什么？哦、你还不够疯，他会宕机。哦，对，他不收我。嗯，我就每次进去我就直接宕掉了，
这疯的应该表示我不够疯啊。嗯，对，一定是我日马打不够。你的散值太高。电闸在进去左手边，好里面哦。他在一间牢房里面。哦，不会啊，那个控制室左边。对啊。哦。他需要在猎杀的时候使用圣木哎，监狱哦，这样，哎、欸，我撞到铁门了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铁网，嗯，嗯，等下，门口在哪里？啊，相机，相机，拿相机，好，门口在哪？这里呀、啊，你去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门口在哪？难怪疯人院不收你，不收路痴，好吗？我就说我不够疯，不是疯不疯，是你就路痴，路痴的问题吗？对，疯人院不收傻子，对，我们只收疯子，不收傻子。疯人院都会笑我，听起来好合理。你们要去开电闸吗？嗯，正在路上。对啊，好，那我直接去二楼，并灯。叮叮。给我看一下，监狱你也玩过吗？凡心玩过啊，我第一次玩的地图就是监狱啊。哦，第一次哦。对啊，因为他们说监狱很好遛鬼啊，我说哦，就看他们怎么遛，跟在后面。结果呢？遛很多吗？真的很好遛啊。对，那时候鬼都还跑蛮慢的。哦，对啊，现在时候，现在就不一定了。现在是真的要配圣木是不是？对，因为现在鬼会加速。好坏哦。好了，这电脑好怀念。开了。哎呦 ，Windows 98，是不是很怀念？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是用箱型萤幕在玩吗？什么时候是？嗯，箱型萤幕哎，应该有十一十二年前吧。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替换了，对啊，那时候用变压器，然后拿去给那个参坤，参坤就说：“哇，不动哎、欸。”没事，我大概一两个月前还在用十几年前的屏幕，就跟我讲说：“哎、欸，该换了啦，都已经快没有人在用了。”说好，然后又用了一阵子才换。好鬼斗。哦、我记得那时候就跟我干爹他们在玩，然后他们说：“哇，好扯哦！每次你用那种通灵盒，都会回你。”咦？哇！那他现在连回都不回了、啊？因为会玩了、啊。哎、欸，父亲！哎呦，这边哪里？左边，左边二楼，左边监狱二楼，在那个电闸上面那个二楼。对，电闸这二楼。哦，这一面，然后我在，欸，你要把你还拿那个干嘛啦？嗯，我手上只有 EMF 跟温度计啊。啊，丢掉啊。哦，我有 EMF。哦，傻子。哦，我就傻。嗯。真的有够暗嘞、欸。哦，真的有够傻、欸。所以是不很温。是啊，有负的，有负的，我刚刚看到了，有15，有负的，有负的。不死我！我刚才用负七，好冷啊！救命！我你说负的吗？我才看到。好，我来拿圣木。这游戏有加速跟没加速是差不多，欸，有差欸，真的有差欸。以前的版本跑不起来，我那时候没有经过。后面以前的版本好像是耐力无限，就一直跑一直跑。没有，他就是说你跑跟没跑一样。他就只有
对啊，你按 shift 被鬼追还很悠哉的在那边走这样。对，啊有鬼耶，有鬼了，然后就是用走的方式去溜。好像没有灵球，你们说冷的地方是？你有没有丢温度计那里吗？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一面。对对对对对。因为，不是说是都是那一排吗？何歳ですか？どこにいますか？我走好慢哦，天哪！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嗯？我觉得他是在走廊哎、欸，就是那一排都有走廊会啊。对啊，那一整排你要不要放横的、啊？要不要摄影机换一个？那、啊，那换什么？就是从左到右的，不要拍那个监牢。可以吗？好，感谢你。做摄影机的角度吗？对对对，啊，好。不是那是安妮吗？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哪边上楼梯啊？你要去哪里？走到底。哦、这里这里这里，来来来。不是二楼吗？二楼二楼啊！你去哪里了？走到这边哦，哎，转哪？到这里吗？转这里这里。啊，你是说这个二楼？我以为是。没有没有，等一下还要再上楼。有灵球，有灵球，有灵球吗？居然灵球，自己没看到。好，走，我们去二楼。那待会遛鬼还要关灯吗？哎、欸，开完门。有灵球是不是就没点阵啊？有吧？还是有哈？我记得这个游戏不是会有冲突的吗？嗯，更新之后我就不晓得。我也不晓得。哎、欸，会玩的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架在哪里？哦，这里哦。那我放这边哦。还要烧圣木吗？还是太早了？嗯，圣木不是是哪一种？猎杀才烧。有一个任务是在鬼活跃的区域烧。哦，那就是他要靠近的时候，要靠近他的时候再烧。嗯，好。他有一个是需要用到 ENF 去检测。对，可是 ENF 放在那里还没检查到。起来吗？他不会啊。哦，那个检测到他会自己。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躲在车里面，然后他有自己 ENF 结束。我的人物一直在娇喘，天哪！医生，哎，番茄，你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做不到，你做得到吗？就是你用喘气的声音讲，嗯，我不行，我不要，你也不行哦，好吧，我不行，我以为你可以耶，我不行，我尺度没那么高，好吧？哦，没有，有人说很简单。谁啊？谁说的？边缘人是不是？某个平台上面啊，他晚点吧，晚点问他。欸、有代言吧吗？我拿书跟那个指纹灯。那我拿盐巴。那番茄，你有办法吐舌头，然后？呼吸吗？用嘴巴呼吸，吐舌头呼吸。对，吐舌头用嘴巴呼吸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你是在骂我吗？哎呀，你说你可以哦、喔，可以啊。突然讲脏话，你是狗。你不要意思，你是小狗。给我挖坑跳。你小狗啊、喔。你不要一直给我挖坑跳，你很坏、欸，你没有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，还没有讲出来啊。你先别、欸、关门了，关门了，关门了。哦哦哦，我来不及跑，我刚好去放书，完蛋了。猎杀吗？哎、欸，你不是手上有圣木吗？大家记得哦。烧了。哦，好，我去看，看书就好了。我看不到我自己在哪里，我觉得我要没了。
咦、欸，有有有，色木用掉了，刚刚。真的好大声啊！我死了，天哪！啊，你死了！我看不到我在哪里。啊，真的，你死在我眼前。我在你眼前吗？真的耶。对。可是他不能开那个手电，我就看不到路啊。那这很难，你看要不要等下带一个摄影机出门？啊，不行。他长都不行。他三 C 耶。对啊。带研发。我解到那个是不是？看一下。我解到两个任务哦。有了，你牺牲是值得的。我牺牲、欸。只差那个了。EMF。加 EMF 了。我以为他会追到无界的，无界不是在我后面吗？因为我躲到那个店长的那一个房间哦，你躲进去了，你好快！对，你有关手电筒吗？有啊，因为我是就是摸着墙壁，然后沿着墙壁走，然后就看到哦这边可以进去，就赶快进去这样。哎。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你可以每次都可以躲那么准？多玩啊！你要跟那以后我们可以多玩这个。来啊！哎、欸、啊！我怎么没看到？为什么会没有？我在一楼，死在一楼的那个圆桌那边。对，他在两个圆桌的中间。EMF 叫了、哦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了！这样子都不算 EMF 吗？他出来了吗？不猎杀了吗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应该是猎杀哦。我看一下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打斧头的。啊，现在十级。他下楼喽，他要下楼喽。他下楼了。好，我尽量跑。哎、欸，不要讲话，他会听到你的声音。我就讲。好。在走了，他走到中间了。番茄可以再吃一瓶药。他出门了，他追出去了。那他跑真的很快，靠！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他真的跑很快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手机，我把聊天室关掉。我看到了，结束了，耶、yeah ！你活着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你死了，死你个头啦！你可以吃一下那个，死你个头，吃一下药，杂志。我把那个口看成你了吧？你说口口是我？对，口口是你。我才是口口啦。对呀、啊，怎么明明会变成这样？好奇怪啊！就那边被屏蔽这个字啊。从今天开始我叫口口。然后我们都边都是讲那个打麻将，都不能说杀人，都说口人，因为那边口那个杀也是被屏蔽的。怎么？我听了什么？就说。啊，口人啊，口人啊，真的、啊。EF 你们都带进去了对吧？所以没有 EF。那边有一个，有一个，他刚刚明明跳到四，可是为什么不算解任务啊？就是还是要拿手上、啊。猎杀票的话不算。哦。还有这种规矩。对。所以目前证据有什么？刺骨寒温、灵球。嗯。没有到五，刚刚他活动的时候也才只有四。你们那没有笔记本吗？还没有吧。那里你们好像没有放。不是吧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走！他还没出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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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在里面看好戏。下楼了，下楼了。Oh no！大佬死了，我死了，哦不，是你卡到，你卡到那个，对，卡到那个圆桌，我好像卡到什么东西，对你卡到那个圆桌的两个半圆的那个椅子，哇，我才要进去丢十字架，然后他就跑出来了，哎、欸，哦，我跟 Annie 死的蛮接近的。嗯，你们总是喜欢死在一起。好好、哦，我也要。你还加入我们？我留番茄在那边。小布说猎杀 EMF 只会到死。小布只会到死，所以拿在手上哦。点阵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
哦，对，没有没有，有那个灵球。哎，他又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他要关门了。我干嘛？我才刚到他这是重生点不一样，他在每一个牢房慢慢搜。对，下楼了，准备下楼咯。啊，那我估计啊，番茄，我身上有相机，我身上有相机，等一下捡我的相机，帮我拍一张漂漂的照片。死在哪里啊？我还没死啦，没死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死啊！白先在哪里啊？嗯，在往大门的、车上地图可以看到他。他找不到你，他在转圈圈了。嗯，哇，那看来你是活着。Yeah, 我居然卡在这种地方。对啊，你刚卡在这边。结束要跟我说。他上楼了，他说他找不到你。还在十几，先不要过去。哦，降了，降了，降了。没了，没了，可以了。好，番茄快进来。你确定不先吃个那个通灵丸吗？什么是通灵丸？醒脑丸吧。我记得好像之前有把它叫做通灵丸吧。哦，通灵丸哦。哎，吴健，你一开始是叫他什么？忘记了，你叫错那一次。吴健之前管他叫通灵丸啊，对啊，通灵丸，不小心叫成通灵丸。通灵丸就是因为他而起来的、啊。只不过是不小心讲错，他本名叫什么？警脑丸。警脑丸吗？警脑丸。有脚印哎。哎，你要进来？你们笔记没有送进来呢？对啊。哎、没有笔记没有吗？我好像有放一本书，不是？那我要过去了。地上有写字吗？地上没有笔记本。就是 Annie 死掉的那一次，我有丢一本。是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有写字吗？没有。我丢在这里。哦，这里，这里。还有什么可以丢？一个，还你。我就是放了那个笔记本，然后它就出来了。声音，他很不喜欢写字。指纹也要查一下。你干嘛？我刚就是手上拿着指纹灯跟十字架，还没闪灯，还没闪灯。那在地上会闪灯吗？会，我有放那个啊。点阵，对，点阵会。你手上有什么？有枪吗？打火机。没有，枪对鬼没有作用。你可以涂大蒜啊，你当装大蒜就好了。啊，你就只有打火机跟手电筒，没错。你要干嘛？来根烟吗？好没用哦。你很烂的，你进来干嘛？来根烟吗？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鬼出来了。好啊。哦，他直接从这边跑出来了，他下楼喽。哦，我要用我最后的灵压。我要跑赢番茄，什么？跑不赢、啊？跑赢我？跑不赢啊？对啊，我刚才可以帮你关门的、啊。大家帮我拍照哦，我们三个人的尸体都有一个照片，这样就完美了。好来了、哦，他往回走了，他往回走了。番茄回来了、没有，他又过去了，我又往回走了。你根本没回头，你根本往上扁你，往上扁你哦。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。你说我回去是哪里啊？回到我们这里还是回去他刚刚原本的地方？他回到原本的地方。哎、耶，我还是没解啊！我们过去他就猎杀我们呢、啊。走了啦，结束了吗？好啦，走了，结束了。番茄走了啦，看指纹啦。我来了啦，帮你手上拿 EF 好不好？他刚刚有在楼下就是拉那些铁门，所以有指纹的话，可能楼下就看得到了。哎。好，那我去拿指纹灯。这边有，不用。安妮的尸体旁边有，不是那安妮。我的尸体应该有。对对对对。等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你怎么在那么远？我真要走进去。他准备下去楼梯，快躲快躲！他在下楼梯中。你确定这个状况我们还要去找吗？我们甚至已经零趴了耶。他说。怎么十分钟离开，十分钟回来，你还在这个走廊上走？
这种离不开这个走廊。现在咧，他在哪？追过来了吗？还在一楼。他在靠门那边。番茄，你不要走那么远啦，真的要死你也不会第一个死啊。你要死也不会第一个死、喔。他现在又往回走了，番茄回来二楼了。番茄回来。感觉这个鬼蛮笨的。那你们被他笨死了、欸。我居然被这个笨鬼杀死，真的是。被笨死了。番茄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你后面。你给我跑！你刚跑，用你刚刚跑步的啊力度。番茄的尾音开始有颤音，我在你后面，后面，我等一下、啊嗯，后面。哎、欸，话说这本书是，我到诅咒之物是不是只找到一次过？觉得死掉的世界比较适合我。你们要看指纹吗？对啊。求求菩萨保护我！指纹在哪里 啊？绿紫紫的那个是什么？啊，我知道紫紫哦，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躲！哦，下楼，下楼，快下楼！笨鬼来咯，我要被笨死了。有指纹，有指纹，你走，有指纹。我走就是了。先躲。你还开灯？没了吗？ Yeah. 有人死了？还没有。我记得了。没死了。他还在。还有吗？没有啊。他还在。哎、欸，番茄回来，我们去拍指纹啊。有人就在门口那边而已，其实很近。那你还跑？不是啊，他在追我们，不是吗？不是啊。啊？追完了？结束了啦，走啦，去拍指纹啦。结束了。走了。再闪，白痴哦、喔！你又是？有可能是寒魔跟左转。你，哎，一定是寒魔了，好像是不是啊？没有，还有一个灵魂。哎、欸，结束了吗？我把那个点阵跟笔记擦掉之后，他说就只有寒魔。欸、结束了吗？哦，没有。迷魂的话，他会有四个证据。哦，那我去测试结束了没？迷魂他会有那个假的那个叫什么？跑出去！灵球对，迷魂会有灵球，可是他证据没有灵球。一张，指纹，寒温、欸，我们已经，灵球，我还有一卡，这三个的话，那就是寒魔，可是拟魂也有这三个特点，所以要确定的话，就是通灵盒看有没有回应这样子。走啦，番茄。通灵盒我刚刚是有讲过，可是他没有回我，所以有可能就是。反正就有可能是寒魔、迷魂，或者是寒魔这样子，魂对，就二选一。据说人在附近会看到灵球，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看到人都死。哎、欸，不过我刚刚看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想问一下，指纹跟掌印是同一个东西吗？指纹跟掌印，对，嗯，一样，没错。哎、欸，你看到的指纹有几根手指头？五根。它是整个巴掌在那个门上，这个也有差的吗？迷魂的指头好像有六根，好像。我们不确定这种鬼有什么能力。这也可以。那你们要猜什么？我要猜那个什么寒魔。寒魔。那我迷魂啊，没关系啊，分散投资。好，那我也迷魂好了。然后将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。对。嗯，番茄要选什么？巨灵，我选寒魔，我从巨灵，我选寒魔啊。啊，你干嘛还躲那么远？干嘛？你刚刚想跟我带走啊？你刚刚想跟我说要去玩通灵盒，我不要。是啊，我是真的很想去玩玩看啊。那都好了吗？好了，那我去玩通灵盒喽。
好、啊，可以。通灵者的话，好像上面有一个。哎，这个不理我。上面有个洗脑。不理我。你按什么 ？FYC。火箭呢？哦。哦，难怪。要不然就你刚才站得太外面了，他不让你关门。嗯，没有，我按 F 跟 E。寒魔，我这个。Yeah, 乔少。哦，是寒魔。好扯哦！但是有多少块？我才190，猎杀七次哎、欸，有六次我都在隔壁哎、欸。啊，9:50，我们再玩最后一场吧。嗯，10:00。哦，你要小地图、大地图？敢不敢再录影第一次？哎、欸，人家这么多东西耶、欸，真的可以吗？我是觉得可以再考虑玩一次。老板还有多少钱？老板可以，老板你有多少钱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啊，那就录影地吧。好，我们也只有录影地没有成功找到过，确实一次、欸。好东西应该都有吧？我有点怕是不是什么东西没带到？啊，摄像机我再多买一下。我这边是可以帮你添加的，嗯，我这边有一些东西，嗯，你等下可能会看到五只三脚架，哦，对，脚架啊，还有买了，他买了，测器，我添加了，我添加了，反正哦好，他三个，五只三脚架，那就是有15只脚。算这个干嘛？是这样算的吗？算这个干嘛？走吧，走吧。OK。哎呦，我又看到某人的眼球，是谁啊？我吧。好像是我。你跟五戒两个重叠在一起。嗯，还在诞生。我看看电闸，这次走到底就死了。啊！怪、啊！我。嗯嗯嗯。我不知道要不要再相信摄像机了。这摄像机好难找灵球啊！见证灵异事件，吹蜡烛。我找到发电机了。嗯。哦，你冲好快呢。对啊，还要冲回来。啊，我的工作结束了，我可以回去了。我再去刚才厕所看一下。我也是想去看厕所。6度。哎、欸，室内不该6度啊。啊？我、哦、这种仓库哎。我再看一下啊、哦。8度。好。就是打雷。5度。4度哎、欸，厕所吗？一样吗？厕所的有一个隔间，4度5度。我在哪里？嗯，好像 disco。哎丢。那个仓库发电机，我觉得在那边是假的。要谁玩？哦，嗯，我找到骨头了。哦，拍照拍照。2度，2度，2度，3度。哎、欸，哪里啊？在哪边？我看一下，在萤火附近。哦，那我要去换一下。负度，负零点一，负零点一。哦，你那边很温暖呢、欸。哪边？
萤火，萤火这里吗？这边这边。萤火在哪？这边这边。你看一下那个小地图。这里这里这里。我带相机来了。哦，真的有白烟，有白烟，这里有白烟。又是刚刚那个咖啡，桌子那边。哪里？骨头在哪？这里这里这里，桌子旁边这里很大一根。对，对，我看错人了吗？哦。可是这里真的是很难看有没有灵球哎，好烦哦！雨下成这个样子，我把摄影机放这里好了。どこにいますか？厕所。何歳ですか？哎，摄影机没有开哦，摄影机。アピールしてください。啊，将这个贴到哪里比较好？何歳ですか？摄影机没有开，帮我开一下摄影机。好、哦。哦，看来就在这里哦。摄影机没开吗？我明明有开啊。它现在是零零之零零，没有一。哎、欸，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吗？你们说不能碰到水吗？好，那至少这次位置确定了，然后有一个。有一个证据了，前所未闻。在迷路，很难看到灵球，因为灵球会被雨滴给挡住。对啊，先找看看有没有别的证据好了。哎、欸，见证灵异事件。嗯，被哈、啊、被哈被哈都被哈了，被口了。现在被哈算了，我们被口了。他在你你啊、我干嘛？我干嘛？我看灵球好了。你可以顺便看那个啊。哦，算了，这个好了，看。哎、欸，糟糕，好像是不是有点阵啊？你们放点阵了吗？我放了啊，等一下、啊，不好放。哎哎哎，猎杀是不是？十级，十级，十级，猎杀。啊！这么快的吗？我现在平均值还67耶。各位再见。各位再见。真的死了，真的死了！你为什么不动？我有动啊。哦，这物件没动。哎、欸，我这个繁星不是跟我在车上吗？谁、哦、跟你在车上啊？哦，欸、是我，是我、哦，没了吗？没了，没了，我死了，繁星死了，繁星死了，他的紫点点没了。哦，这个哇，追好远哦！天哪，哎、欸，超远呢、欸。他绕了一个圈，而且他。而且他掠过了无间去追你，哪一只鬼这么凶？等一下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女妖，你现在萤火，真的好容易迷路，天哪！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说女妖？了他猎杀会唱歌哎、欸？没有啊，真假的？他猎杀有唱歌？也可能是我们上，也可能是男的鬼。用了变声器，软恶回来都才好早，可能是恶魔。那平均值70%就杀人。对啊，恶魔吗？更早发起猎杀，会不会很享受猎杀的快感？害怕十字架，来吧。啊，直接恶魔好走了，干嘛？运动感测器。放那边他没有检测到呢。运动感测器吗？我是放那个诶、欸，点阵诶、欸。我们有那个运动感测器的任务。哦，那很简单啊，就放在那个入口啊。再放一个好了。我也拿去装一个、啊。这个看，这个看的眼睛有点痛啊。不要看了，去现场吧。好吧。反正这边有一个十字架，可以丢一下，拿去丢那边。这里的十字架很好吗？拿一个去丢。走走走。我害怕迷路、哦。不会啊，前面第二个巷子右转，左转。这边。我一直被障碍物卡到脚。其实走旁边会更快。
那我装在这里好了。那不好吧？感受得到吗？侦测不到吧？对啊，侦测不到。这边侦测不到。你装在隔壁的那个电线杆。你后面。电线杆。你后面有个电线杆。看一下。后面，左边。对对对，这里好。对啊。这电线杆真是有够矮。可是它比你高欸。好吧。哼。呀，这个地方要怎么测指纹啊？哎呀。好。大门。那有一天指纹会被洗掉吧？我的运动感测器被土地公公吃掉了。那、啊、你是说像橡皮擦掉到下面不见了吗？真的也被吃掉了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大门，你刚不是粘在帐篷上面吗？我想要放第二个放，哦，有狼叫的，猎杀猎杀猎杀！我在搞，他走回去了，又走过去了，他不知道看到的是谁，我在车上，哦，他跛脚。没有，没事，还在营地，他在玩那个，你、欸、拿什么棉花糖？嗯，好、啊，没事了，可以了。听到脚步声，屁啦，脚步声，还在吗？他还在叫啊！我丢了十字架在我面前，啊、他还在。圣母玛利亚，求求菩萨保护我！No！没事，没了。好。吓死番茄，不要吓人。哪有？欸、他刚刚猎杀的时候有人请出来，应该不算点阵的吧？没有、啊，我的门为什么开？那只是看到啊。哦，点阵是只有那个会回合速度回很快的。欸，运动，欸，我们三个目标都解完了，剩下推测鬼而已。哦。姐，你为什么又不进去？你拿个手电筒去照那个萤火附近看看。你说指纹手电筒吗？都可以啊，荧光棒也可以啊。我们有四罐洗脑丸，我们一人磕一罐，你们。我已经吃一罐了，我们可以再。你可以再吃，没关系。可以再死一个人，你们可以吃两罐。哈哈哈。那天会有指纹吗？我觉得指纹好难哦。那一场有用到脚的那个啦，脚印，那个指纹的脚印。我把耳机带一遍。你附近这个照一下。嗯，我走到了吗？嗯，你到了。十。滚。哎、欸，番茄、欸，番茄，你应该死了、哦。加油！他从帐篷走出来，啊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他看到你了，他摸到你屁股了。摸到屁股。我又看到这个肮脏的手，不要偷摸，偷摸我屁股。他刚在、欸，不是我们，嗯，我们都吃了洗脑丸呢。对啊，都刚吃哎。萤火隔壁的帐篷，他刚从里面出来。真的是恶魔吗？还是你在哪里？这里啊，萤火啊。恶魔是有笔记。笔记我看一下，能看到笔记吗？哔哔。可以啊。鬼看得到。我们可以来玩球。你说传给他们玩哦。不。我们可以拿球砸他们，他们应该不会有感觉。我们刚吃了，然后他还是猎杀了，所以感觉真的是比较凶的鬼。我觉得是恶魔。恶魔，恶魔插笔记和指纹。很近啊，指纹好难测哦。拍一下番茄的啊，不要好了，不要你拍。我每次去拍尸体我就死。给无界拍。他死得很近啊。你要摄像机吗？你要相机吗？没关系，我刚死的。相机在大门门口旁边也是被杀吗？他在找你，他不啊？可是我刚把
手电筒给丢掉，等一下。没有没有、欸，什么东西？番茄是不是你在丢足球？没有，不是我。反正现在丢手电筒吗？我手电筒，那手电筒，那手电筒在，不是肩膀这个吗？没有嘛，我每个人看到我肩膀。哇，你去捡番茄的了啦！你拿我的。因为我找到， okay. 我找到。番茄在哪？前面走，直走。哎、欸，关门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欸、没有没有猎杀，没有猎杀，没有活跃、欸、活跃度零。哎、欸，我先确认一下位置，是往刚才他出现的地方走啊。欸、不是，对，他死在红帐篷和什么蓝帐篷中间啊，好像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是进去之后左转的、啊。你应该是看到手电筒亮那种在地上就看到他了、啊。好啊、哦。对。好的。右边右边，不是不是右边右边，好，左转直走。左转，对对对。对，再左转一点点，哦、应该看到了吧？有。快出来。Okay. 好，出来了。他全身骨折哎、欸，对啊，看一下，番茄尸体只有一星啊，越来越暗了，太暗了，你还不如骨头值钱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不如一根骨头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明明全身上下骨头那么多，没拍到骨头、啊，还不如一根，所以你就猜恶魔吗？还是我打算猜恶魔？恶、欸、魔是不是战值很高也会猎杀、欸？对他好像七十几就会猎杀的样子，印象中。哎、欸，不是有个诅咒之物可以复活人吗？对啊，有东西吗？塔罗牌。哇！然后我刚刚好像也没看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笔记有了，那边有笔记了吗？哦，还有是恶魔哎、欸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恶魔又更高，对，还差一个指纹。亡灵暗，这三个怎么看都是恶魔。我也觉得是恶魔，连小波都觉得是恶魔。因为我一进去，他就马上猎杀了。对，七十多趴的时候就猎杀。对啊。然后就猜恶魔，猜恶魔喽、嗯欸。你们都选了吗？我把你们在车上添了一些东西，我有没有看到？喝酒。我有看到你有丢兔子进来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喝酒庆祝。好喂，好喂。活下来。哦，255块。Yeah, 我只有42块。哇，好多钱哦！啊，我没钱。照片15块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大概玩了五六场，我里面只活过两场。嗯、哦，还有两场，还有两场，可惜。好了，全倒。嗯，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吧。好，好，辛苦啦，辛苦辛苦，辛苦啦。下次有机会再一起玩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下次看跟你的新频道一起玩。好啦，就到这，等一下门要开了，有点累，对，就到这啦，感谢各位，我们去叫帐篷的门可以看有没有指纹，是刚好多猎杀啊，没事没事，啊你账号找回来没？有空再来玩啊，好啦，拜拜咯，大家晚安。